被婆婆的话刺伤，跟老公诉苦，对不对？某句话让你很受伤，你会不会告诉老公？快84%哎！有一段时间婆婆身体不好啊，都是前女友带她去看医生，每年的回顾，他们就会抛出我老公跟他以前女朋友可能养的狗，人久了就会觉得什么叫很讲这只狗？婆媳之间问题，老公在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角色。可是其实我们不想让你们太为难。对啊。但是你不处理事情会更麻烦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